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我是许荣江。台湾疫情严峻，确诊数已经破万，死亡率也不断的攀升。行政院长上午已经宣布了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各级学校停课到暑假。而日本上周五及时捐助124万剂的 AZ 疫苗，协助台湾稳住人心。接着美国参议员昨天搭乘军机来台，宣布捐赠75万剂的疫苗。美国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飞来台湾宣布呢？而且是搭 C-1 拐运输机，美国是想传达对台湾在军事安全以及人民健康的双重支持吗？尽管外媒解读这非常罕见，可能会激怒中国，但日美两国送来近200万剂的疫苗，加上政府自购的数量，应该能逐步缓解疫情扩散。这是打脸中国以及台湾内部的在地协力者，不要再借疫情政治操作了吗？那因为蓝军一直炮轰政府不要再卡疫苗进口，还嫌 AZ 疫苗是日本不要的，美国捐75万剂不够，台湾沦落到变乞丐，需要别人捐助，很丢脸，国民党还发起20辆游览车环岛要疫苗，到总统府按喇叭敲玻璃锅碗瓢盆来抗议，一连串的脱序行径遭医护人员跟社会大众挞伐，连电曹新成批蓝营甘为中共犬马，法师呢也指一些艺人名嘴只敢对防疫官员造谣恶骂，却对北京当局如此的安静，如此伪善，连佛门中人都看不下去。不过蓝军攻击一波接一波，今天又批评指挥中心没疫苗也没药，之前等不到药的病患是白死的吗？某位中研院士也批评国产疫苗选错技术，七月绝不可能通过，还批民进党不相信科学，阻挡民间疫苗。为什么这位院士也变得如此的情绪，连科学也被意识形态吞没吗？一场疫情撕裂台湾社会，还需要多久才能够摆脱疫情？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先叫来宾，首先是政治评论员汪建铭，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是资深媒体人吴国栋，中江二导游；好，再是桃园民生医院院长刘一莲，中江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王时琪，大家好；好，再是政治评论员李正浩，大家好。那么稍后还有余北辰将军加入讨论，以及连线的李秉颖医师。先来关心疫情最新发展。那么同时，行政院也宣布，那三级警戒延长两周到6月28号。也要跟大家宣布，就是这次的那个三级警戒哈，要延长至6月28日。行政院拍板，全国疫情三级警戒确定从6月14号要再延长两周到28号。12项强化管制措施也将同步延长。外出全程要佩戴口罩，没有戴口罩，不再劝导禁语开罚。从口罩禁令到禁止室内5人、户外10人群聚、营业场所人流管制和休闲娱乐场所关闭、违者严办，以及餐饮一律外带，通通持续实施，但并没有加强管制力道，真的能有效防堵疫情吗？我们对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管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基本上有达到它的一个效果，但是要再靠社区的管制再往下压，那恐怕一个社会的代价会非常的大，让这个家户内的传播变低，那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工作的重点，因为也有在讲，就是说如果这个强度过于强烈，那代价高，而且防疫疲劳更容易很快的来产生。指挥官陈时中解释不加严管制的原因，而延长两周警戒也是因为下周的端午节往后加14天的病毒潜伏期来观察，若是国人没忍住纷纷返乡过节，恐怕会引爆新一波本土疫情，就很可能直接要升四级警戒，想降级就得看这关键的14天。好，疫情的最新发展，行政院拍板呢，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各级学校呢是停课到暑假。那疫情呢看似是没有缓和，但是今天的数字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就是我们的国内确诊数呢211是降下来了，国内死亡人数呢是26。先请教明宇，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字，到底疫情是紧绷还是说有逐渐缓解趋势呢？当然今天的数字来看的话是212加校正回归啦，那新北的话是82，台北是60，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苗栗还是45，那其他的县市就是回归到个位数。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字，看起来是有下降的趋势，可是因为今天只有一天而已，所以还是要长期的在观察，不能说要一天这个数字很好，大家很高兴，然后就松懈了哈。但是比较令人这个觉得还是有点怕怕的是说死亡人数是26个哈，那26个看起来我们现在最近的这个死亡人数都一直在2位数哦。那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死亡率呢，这是 COVID-19 的死亡率已经攀升到2.3%了哈。如果说你比这个全球的2.16的话，我们台湾的死亡率现在是看起来是比较高的。那你更不用讲了，你比起美国的1.79跟日本的1.77，台湾看起来最近的死亡率是有偏高的一个趋势哦。但是那个专家是有分析说了，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台湾 COVID-19 的死亡率是比美日都还要高哦？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还是以中高龄的长，这是染病还是以中高龄长者为主了。那第二个是慢性病比较多哈。那提供大家一个数字哦，就是说现在这个台湾这个中高龄长者，就是因为 COVID-19往生的有占89.1%，已经高达90%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慢性病的部分是81.7%，那平均的这个死亡年龄是72岁，所以看起来就是说都是中高龄长者跟慢性病居多。所以为什么这也是指挥中心一再的强调说，现在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要把重症的部分给处理好哈，这也是我们医疗量能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哦，要把这个重症处理好，这个是当务之急，才能你把重症处理好，你这个死亡的这个数字才能够下降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啦，今天还是再度的强调，就是说，这个端午节要到，今天看起来数字是蛮漂亮、蛮开心的。可是问题是说，端午节一路要延长，现在已经延长14，今天宣布了吧哈，就是我们的这个三级警戒，再延长2个礼拜，也就是到6月28号。那各级学校呢是已经直接就放暑假了啦，就一路放到底。可是不要忘记哦，虽然现在看起来数字，我们是一天还要继续观察。可是更重要是端午节假期要来了，所以包括这个政府单位了，还有各县市都希望说大家尽量这段期间不要南返啊哈。如果说一旦又放松又南返的话，哇，那是不是又这个开始移动了？所以这个请大家要注意哦。那最后要讲的是说了哈。虽然我们今天宣布，就是说这个停止上班上课哈，一直到暑假。那这当然也关涉到只有停课了哈，上班还是继续上班了，上班。很大抱歉，就是说停止上课到暑假的部分。对。可是因为这个还牵涉到包括这个防疫的补助啦哈，还有就是说其他，你看像餐厅还是持续外带，不能在内用嘛。那包括这个视听啦、电影院啦哈，还有一些这个美容这些还是要停止营业，所以看起来我们的纾困脚步要加快。对。那另外今天还有一些家长，最后讲说家长哈比较关心的部分，就包括未来我们开学啦，因为大家可能一路线放到暑假9月开学，可是开学之后当然要看疫情，我们希望可以降下来，已经维持到正常可以运作了。可是万一就是说，还是这个数字有起起伏伏的话，那这个小朋友如果不能打疫苗的话，那你未来上学，那可能这个政府还是要加强这个超前部署一下，不然你开学小朋友不能打疫苗的话，这个也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的确，其实到开学9月都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哦，这段期间的疫情变化还是有可能，也是要高度的关注。那再加上疫苗如果后续到位之后，应该是不成问题。只是说今天这样的一个数字看似是有下降。但是一天恐怕不够，要多看哦。正好怎么看？因为现在就说，延长这个三级警戒到6月28号嘛，几乎等于就是6月一整个月了。对于整个的民生影响有多大呢？因为很多的行业恐怕已经是嗷嗷待哺，撑不下去了。当然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纾困这件事情要赶快通过啊。可是今天最新的讯息就是说，纾困他们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希望可以放弃这个一个月的冷冻期，因为过去啊，正常来说，这个法案会有一个月冷冻期，让大家好好去看一下这个法案。可是纾困这件事叫做特事特办嘛，对不对？你要等一个月之后再纾困，很多人是受不了的哦。结果呢，现在朝野协商是希望说，第一件事放弃这个一个月冷冻期。希望可以在6月18、19号就上路。结果呢，冷冻期的时候，大家都签同意放弃这个一个月冷冻期。结果呢，国民党的党团没有签同意，所以这件事情被搁置了，明天要继续去协商啊。所以这件事情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国民党到底要不要做一些正经事？你当然有很多意见都可以在里面讨论，可是真的没有必要以这一个月的冷冻期，就是还在坚持这个一个月的冷冻期。他们为什么坚持？因为呢，他们主张是一人发10000块钱的现金。那这件事有没有讨论空间？我认为也有。一个人发1万块的空间，一人发10000块的现金，好处是什么？很快就发下去。坏处是什么东西？你大家拿10000块，可是真的需要的人，这10000块并不够。对，你可能要稍微查一下哪些人是真的迫切需要。对，比如说我是开餐饮业的，我有这10000块，其实坦白说杯水车薪，我这个月光租金可能就10万、15万，所以说
这个现在，比如说、啊、以现在政府来说，他要的是精准纾困，就是说没有人人有奖，可是我会精准纾困到有需要的人，我觉得可以讨论。但是呢，你国民党这个冷冻期不去处理的话，他有可能会拖到，那这件事情会让人民非常非常不能接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疫情论疫情，你看、哦、台北跟新北的案例确实开始慢慢往下滑了，可是你看苗栗又飙升起来了。苗栗飙升起来，这个对于我来说，因为它是从晶圆店嘛，就这个封测大厂起来的案例，苗栗现在45例，对不对？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忧心的。很简单，因为这是从高科技产业出来，高科技产业出来会有几个特性，比如我们过去谈台湾高科技产业的优势在于垂直整合。哦、上中下游结合非常非常紧密，在整个台湾西半部2小时的高铁可以全部打完、全部跑完。可是问题是、哦、在过去发展科技的时候这个是优势，可是现在就是病毒传播的传播链，我们所谓的护国神山群，这个群是群聚的群、啊、对我们来说，在发展科技的时候、欸、上中下游很紧密啊、欸、封测厂跟 IC 制造厂很紧密， IC 制造厂跟 IC 设计厂很紧密，这东西是好事。可是呢，在病毒传播链的话，纵向是非常非常担心的。再来还有横向哦，移工还有员工还有供应商，就是横向。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晶圆店跟超风店两个都是封测厂，我想问，做封测厂的供应商只会供应晶圆店吗？不会吧，他会供应晶圆店，也会供应超风店，也会供应日月光，所以他会这样横向的联系。还有移工也会横向联系，移工还有什么工程师，他们的交友圈或社交圈都是大家都在工程师，比如 以竹科来说，大家都是工程师，可能在不同的公司里面，所以他还有横向联系的问题跟横向传播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担心的是，整个科学园区纵向垂直整合很好，横向联系很紧密的前提之下，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传染由点变线变成面。所以说现在我们第一时间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对不对？派了王必胜医生去，我希望可以真的可以把这压下来，否则的话这就对台湾来说防疫这件事不讲，大家光是想象就知道会有非常多的确诊案例，光是台湾 GDP 的影响也会产生影响。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科技链，IC 设计、IC 制造、IC 封测，其中一个环节没有做，它就没办法出货。它要全部做完才可以出货，所以对于台湾的 GDP 或台湾高科技的冲击也很大。所以说，现在台北跟新北，或许我们关注度会慢慢降下一点点。我现在观察的是苗栗跟新竹，希望前进指挥所可以把疫情压下来。是好，面对疫情的最新发展，死亡率高于世界的平均，比每日还高，达到2%，遭蓝军批评没药没医药啊，没疫苗，那这就是超前部署吗？这些严厉的指控，我们要连线指挥中心专家小组委员李秉颖医师哦，我们要请教李医师，台湾的这个疫情死亡率是真的比较高吗？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如果从数字上来看的话，我们的数字好像比全世界的平均值高个0.几%，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那个死亡数字，所谓的死亡率会上下波动了、啊，这其实要看久一点，而且0.几%的一个差异、哦、在统计上通常是没有意义的。哦，那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的死亡率跟全世界平均水准是一样的。很多人就看说平均水准是2.1，那你超过2.11就变成比较高，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那当然另外可能有一些因素了，就是这波流行里面一开始有一些是跟我们、那个万华的特定的场所有关系嘛，那平均的感染的年龄就会比较高一点的，然后 有很多可能有潜在疾病会拉高死亡率、嗯、那就是如果你是要比较台湾的医疗 水准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台湾的医疗那个蛮先进的，其他各种传染病的死亡率都是在先进国家之列，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死亡率我并不觉得说它有明显高过世界其他的国家。那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单一高峰？那现在我们的确诊数，比如说今天确诊数下降了，相对这些死亡率的这数字是不是也有可能再接着逐渐的下降呢？新冠病毒感染了以后要出现重症，平均是在发病7天以后，那7天以后发生重症，你可能要平均可能6-7天治疗无效你才会死亡。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死亡的人数绝大部分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更久之前感染的人数。那如果你的疫情已经下降的话，你要看到死亡人数下降必须要更久的时间，也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你的死亡人数才会下降。死亡的那个流行曲线通常会在我们的确诊数的流行曲线一段时间才会出现，
所以明天后天我们可以一起说死亡人数不一定会大幅下降了，但是那个我们就是至少那个确诊人数下降的话，至少是一个好的一个征兆，表示说三级防疫毕竟还是有点功能。是，那要继续请教李医师，因为蓝军有在批评说我们的药物不够哦，还现在还要再赶快紧急进口，所以我们的药物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对于治疗不管是这个轻症、中症或是重症的患者，现在的药物储备到底情况怎么样呢？目前一些重症的病人，他们都可以用瑞德西韦治疗，瑞德西韦就是一种去压制、直接压制病毒的一个药物。另外还有一种抗体的治疗，就是实验室做出来单株抗体，然后模仿我们的免疫系统，用抗体去中和掉病毒，让病毒死掉。这个是比较昂贵，然后 它必须要在轻症的时候使用才会有效，已经进展到重症了以后就不会有效。它可以降低以后发展成重症或死亡的一个可能性。这个我们的指挥中心也一直在设法说要去获得这个药，因为这个药的价格比较昂贵，它的 获取的一个数量也会比较有限。是，因为现在蓝军在批评嘛，说没疫苗又没药物，那是不是可能又会引发民众的恐慌，就说啊，这些确诊者可能会担心没有药医咧？我们不会没有药医，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确诊者的一个治疗主要就是瑞德西韦的治疗，它目前是还有，那另外就是类固醇的治疗，以前讲的地塞米松，类固醇是这个是完全是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的药，那个也是没有问题。它的问题其实是有了那个你一旦得到重症以后用了这些药，它的治疗效果大概是使得死亡率那个降低一个5%-10%之间，它毕竟不能够说挽回所有的生命了，所以用了那个这些什么不管是抗体治疗啊或者是抗病毒药物的治疗，那个它就是会减少重症死亡率，但是对于整个疫情的控制只是有一点点的效果而已。所以严格讲起来的话，要整个控制疫情呢，我们不能靠药物，就主要的是要依赖疫苗。是，好，因为谈到疫苗，然后因为是国人相当关注的哈，就是有关这个外购啦，或说是自购疫苗部分。那因为呢，有这个我们的也是国内的专家哈，中研院院士陈培哲就说啦，他断言呢，国产疫苗在7月是绝对不可能通过，因为他们说，国产疫苗是采用一个国际比较高难度的一个技术。你怎么看他这样的一个批评嘞？我们国内所用的是最传统的疫苗技术，它其实并不是说最高难度，然后它是最传统，它制造的过程会比较久一点，就比较慢上市，所以我们可以说哈，国外的 RNA 疫苗跟腺病毒疫苗就是现在大量在全世界使用的，它算是一种抢快的疫苗，因为它的那个制造比较简单，可以短时间之内大量制造，可是相对的它使用经验不多，它这种疫苗都没有大量使用的一个经验，所以它反而是一个好像就是超短线的疫苗，那我们说不定会看到一些非疫区之外的不良反应跑出来。所以的确啊，就是 RNA 疫苗在上市使用之后，他发现说这个有那个急性过敏性休克的发生率稍微增加，从1/100增加在3%-5%之间，是，然后有的人打了以后在注射的部位会产生过疹子，这种是一种叫做延迟性的过敏反应，这个在以前的疫苗没看过。那这种过敏反应以后会不会造成其他的结果呢？现在还不知道。然后他又现在在那个比较年轻的人又在美国又发现说 RNA 疫苗会跟心肌炎有关，这些其实都是他安全上的特殊的顾虑。然后那个腺病毒疫苗我们知道说它就是会跟我们的血栓好像有点关联，它的发生率是1/10,000，那它的发生率是蛮低的，它对于新冠病毒的预防来讲还是利大于弊。不过就是这种新的疫苗，它出现了我们以前疫区之外的一个不良反应。相对的，蛋白疫苗的使用技术非常成熟，而且我们使用经验非常多，包括我们的 B 型肝炎疫苗，我们预防子宫颈癌的 HPV 疫苗，它都是蛋白质单位疫苗，而且它们大量使用，我们都知道它安全性有效性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没有，我们的国产疫苗是没有超短线，不代表说它就是比较差的疫苗。其实以我们传统的疫苗使用经验来讲，
蛋白质当疫苗才是比较可靠的。其实呢，现在台湾的疫情呢仍然是高度的挑战哦，不要以为这一天的数字往下降就可以轻忽哦。双北市的部分 台北市是60例，新北市是82例，但是呢苗栗县的部分呢是飙升到45例哦，所以是要特别的高度的关注，不要想说这数字降下来，哎，这个这礼拜的端午假期呢，就可以要回乡看爸妈吗？千万不要哦，因为增加移动恐怕又会增加风险。所以陈时中就说了，强化三级警戒哈，违者严格法办哈。今天的案例比较少呢，不排除是六日筛检低哈，所以不排除是这种可能。再来就是外界关注的死亡率的问题，张尚淳说台湾致死率高达 2.19 哈。主要是因为确诊都是中高龄年者，加上慢性病，所以导致死亡比较高。就要请教院长了，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种最新的一个这个疫情的一个状况？死亡率的部分，我们是真的高于每日吗？还是说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有欠缺的地方吗？是先从今天来看，今天是礼拜一了，对，我印象中上礼拜一也是个案数下来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我们看一个公共卫生的它的整个的趋势，我们可以来看，因为一定要用看七天的平均值来看，看一天是不够的，一天不够，而且这是波动性的，然后我们看下礼拜一，上礼拜一的时候，我们看看上礼拜刚好是下来的，然后这礼拜一也是下来，是，刚才跟那个部长提到也有关系，礼拜六、礼拜天相对筛检的量呢是比较少，我举个例子，在我们桃园的筛检，他们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为主，其他礼拜六、礼拜天要再去做 PCR， 所以可能会反映到礼拜二和礼拜三，所以这段时间礼拜一下来，我们也是觉得是 OK 啊，不过真的还要继续来观察至少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才会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不要以为这样下来，因为从国外任何的国家的趋势来看，一旦社区感染，至少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才有办法直接这样的下来。可是我们真的守得很好，我觉得这段时间非常感谢中央疫情指挥这样调度和各个县市的配合。那死亡率的部分呢？死亡率的部分是让我们来看，真的就是这一张也是那个 CDC 的统计，我们可以来看里面，大概刚才像民友提到说，大概都是高年龄为主，70岁以上。占60%以上，60以上占80%以上，这也是可以从我们一开始感染的所有的个案，主要是从那个查室啊那些年龄层比较高的年龄层所影响。如果对照像欧美国家，他们欧美国家的话，我们他们也是中高龄多，还是说也有一些是中龄的？其实我们看看新加坡为什么是最低的，因为新加坡它90%就移工嘛，那90%确诊移工，他们都年轻力壮的，其他是中高龄的部分，其实这有两个要再做一个解释，我们社区有一些潜在性的一些没有症状的那个母数还没有完全筛出来，是第二个是现在有关抗病毒药物所有的一些治疗，现在我们都已经陆续到位，其实这礼拜的时候我们所有医院都是相当的紧张，如果这死亡的个案继续增加，我们无论是呼吸器 ICU 加护病房的这种要再扩增啊，不过从这样的来看，这还是要长期性的观察。未来的两个礼拜，因为死亡率是所有这传染性疾病这是落后的指标，未来两礼拜这样的个案数还是会再增加，是只能是让我们所有的医疗院所要赶快把这样的病情啊，把状况控制下来。是好，对哦，这些这个我们专业人士的这样分析哦，都是让大家能够了解实际的情况，避免恐慌哦。当然，现在因为停课到暑假嘛，所以呢，这个三级警戒还要持续在两个礼拜。那一般社会可能受到影响的产业非常多，有些是急需要纾困，有一些是不是可能岌岌可危？杰明哥，特别是在竹科的部分，苗栗金源店的这个部分，是会影响到竹科吗？现在的一些紧急的措施有没有能够有效遏制疫情呢？我们知道这时候呢，其实新竹市已经开始设这个快筛了。那我们知道新竹市当然因为金源店的一部分总工厂它就在新竹市哦，如果你上高速公路就可以看到在他们非常明显的一个标的物，那已经开始设这个快筛，我觉得新竹市长的动作是非常有效，而且他做的这次的这个快筛站不是随便搭一个那个帐篷，他还要继续延下去，将来所谓的就是打疫苗也会继续执行哦，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就看得出来，就是说新竹市动作够快。那么，而且你注意到这次的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就是新竹新兴苗的合作当中呢，其实县长们彼此之间不会去说对方你做了什么事情不好，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赶快先把快筛站给做出来。那当然呢，这里面其实有个很关键点，就是它的源头。它的源头呢，就是因为超丰跟金源店他们的外移工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同个中介所，所以他们的移工是有互相
调动的，所以这宿舍部分呢，他已经开始做清空的动作，所以呢，试图降低哦这个移工彼此的感染。那最近的政策是这样子哦，就是说，有相关的公司呢，好，当然他们现在都是一级戒备了，所有的移工呢，先暂时不要上班，那除非你是检测是阴性的，你才可以上班。那台籍的劳工的，只要你是阳性的，都可以上班。我觉得这目前为止呢，做这件事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来源就是移工嘛。好，这是第二。第三个呢，我们看出来新竹市新竹县呢，他们其实都已经公布足迹了，只要是台籍的员工，他们的足迹呢在第一时间都会做把这个疫调做出来，让大家知道他们去哪里。那如果你其实住在，像我就是住在新竹市哦，我其实也非常知道那边的环境，大家呢都非常的高度警戒，你会看到每个人出去的时候基本上连购物都会把这个大眼镜啊，或者防护罩全部弄好，而且随时都在洗这个擦拭酒精哦。这边的知识的传播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从今天的股票市场你也看出来嘛，一这个曾经盘中是跌到300多点，不论台积电啊，说股票只要是跟科技有关的，跟竹科有关的，大概先跌一波，但尾盘呢，这跌幅就没那么大了，表示市场也是有正面的讯息来看。当然我们回到一件事，苗栗开始的动作比较慢啊，但是因为现在中央已经介入了，做全面性的快筛，那么甚至现在快到什么程度呢？由这个金源店付钱，因为这是他坐庄嘛，所以他现在也出资哦，就是给这个苗栗这个竹南这附近的人呢，好、哦、都做全面性的快筛。那所有店面也非常的帮忙，他们都把店面给关下来了。这时候我宁愿不要做生意了，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谁来。所以他们就是刚刚院长所说的，就是大家都很配合，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感动，就是说。民众不会抱怨说我这几天的收入没有了，但是我会尽心尽力的扮演我好的角色，就是我把铁门关起来，我这几天不做生意，我们家人全面去做快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一次你看到在苗栗新竹县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现在能够有效的控制移工的这个群聚的效应不再扩散的话，我认为这个事情大概就是后续再看。不过我看这个就是今天的疫情哦，虽然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下大雨，可能出来做这个快筛人数不够多，因此的数量没有那么多哦。特别是你看到桃园只加3哦，那这个如果真的桃园真的只有加3哦，那是万幸，因为我就真的很担心。双北的破口会往桃园的方向进行，哈，这柯文哲也曾经说了，这会往外走。那第一个就是桃园，那我们要看到礼拜六、礼拜天，那明天就很关键。明天的，我想这两天天气比较好，就有很多去快筛，所以明后天比较关键。但我觉得一个数字很重要，它这个数字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除了双北市之外呢，总共有69例，这69例呢，只有4例没找到关联性。万幸啊！以前那个没有关联性，都能找到。对，以前没有关联，我还印象中有一次是到一半，有没有那么夸张？在40%以上，对，是没有关联性。哎，那时候非常惶恐哎。现在这69例里面就有4例，他找不到关联性。所以听说他们的疫调开始都能掌握了。对，他们现在也就是说，非常重要。整个他双北以外的人，他们已经开始非常重视疫调，而且疫调里面掌握的非常有效。那其实我们比较关心哦，除了苗栗之外，其实比较关心是彰化了哈，因为彰化的群聚是不断的发生。因为彰化的案例呢是7例，也数量也有降下来。当然我们要说礼拜六礼拜天本来就塞的不是很多，所以要关心到礼拜二礼拜三以后。不过整体而言来看、哦、其实这是展现到科技圈的一个智力。虽然金源店开始给他打0分啊，就不停工啊，但是他也知道事态严重，他也停工。但我特别提醒一件事哦，因为他是停工不停电啊，所以呢整个设备还在运作当中。那联发科也都说了是有影响，但影响的程度没有那么剧烈，因为他是停工2天。所以我们整体来看一下这个事情会不会继续的扩大。现在就3家厂商了嘛，只要没有第4家、第5家，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控管不错。我还是强调林智坚市长在这次作为当中，我必须说一句话，他真的展现魄力，速度真的够快，而且执行跟他相关的企业全面快筛，而且针对外籍外，我本来还担心他这个移工部分没有做控制，他也做了控制。这件事我认为林智坚做的，坦白讲是目前为止县市长里面除了陈其迈，真的表现最好的一个市长。好，继上周五日本这个运送 AZ 疫苗来台之后，3位美国参议员呢，昨天也搭乘美军 C-1 拐运输机抵台，并宣布捐赠75万剂疫苗给台湾，让中国有玻璃心碎。And I'm here to tell you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let you stand alone. We will be by your side to make sure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what they need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is pandemic and beyond.
三位美国参议员六号搭乘美军 C-100 运输机抵达松山指挥部基地，并亲自宣布捐赠75万剂疫苗给台湾，这让中国的玻璃心又碎了。美国参议员的到访秀是来挺民进党当局的，给他们续命的。蔡英文怎么还站着？他怎么没冲美爹跪下？三名美国参议员乘军用运输机访台，这肯定是美台切香肠战术，又切下离手指头更近的一刀。根据路透社报道，由于美国和台湾缺乏正式外交关系，大部分官员访台都会搭乘私人飞机，因此像这次参议员搭乘有空军标志的军机来台极为罕见，此举恐怕会激怒中国。日前环球时报曾威吓，如果有美国军机在台湾境内直接起降，台海战争将就此打响，而届时解放军军机也会出现在台湾上空。只不过上回话说的那么硬，现在美国军机真的在台湾起降了，胡锡进却回说中国有发脾气的主导权，台湾当局的选择只有等待，态度似乎又转了个弯。好，美国军机呢昨天降落台湾，并且由美国的参议员宣布捐赠75万剂疫苗给台湾哦。那路透社说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可能激怒中国。我先讲明玉怎么样看，因为如果说对照日本首相在他的国内宣布要捐赠疫苗给台湾，那美国大可也可以比照啊，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搭乘军机来台湾宣布呢？那就是有三大亮点嘛，哈。第一个亮点呢，就是说他这个事先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他要捐赠多少，所以由三名议员呢，哈，他是来台要宣布说要捐75万剂给台湾，这是所有国家当中捐给亚洲国家当中算是最多的，而且我们是第一个有明确的数字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搭军机来台的哈，所以为什么说你刚刚讲的那个路透社啊，他就说有空军标志的军机啊。降落到台湾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哈，那更不用讲了，他降到松山机场，然后还有跟这个101，如果你看到网友在拍那个照片的话，哇，他还这个有跟101融为一，就是有那个照片融为一体哦，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罕见。对，那当然了哈，路透社也分析说，为什么就可能会激怒中国呢？因为中国就开始讲说干涉内政啊，哈，巴拉巴拉这些的哈。那我们先来看啊，今天胡锡进讲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哈又会变成引为大家的一个这个笑柄哈？因为你仔细看哦，这个也是环球时报。他是去年呢，哈，红线标起来，2020年8月31号，这个3点钟发的那个新闻哈，当时是一个社论啊，哈，他说什么需要给蔡英文当局一个根本性的警告。这边啊也是胡锡进自己发的哈，他讲什么呢？他讲说，如果美国军机啊在台湾起降的安排啊，哈，就可以摧毁相关机构哈的这个降落在机场的美国军机，那台海战争呢将就此打响。当时他就这样子写了嘛，你看白纸黑字都被人家翻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你美国军机降落在台湾的那一刻哈，那中国就可以如果截获情资的话，就可以把美国军机打下来，然后这个台海战争就可以就此打响。哇，他当时讲的这么硬哎，哦，那你看，那我们刚刚开始讲了，有美国这个军机空军标志的军机已经降落在台湾机上。当然了，我们不是像八点档，就是说你来打我啊，你来打我，我们不是这样要挑衅，只是说你胡锡进老是用这种恐吓台湾人的言辞，那现在看起来你还是恐吓的成分居多啦，哈。所以呢，这个包括连中国自己的网友都不买单啊。他说，他中国网友说，你看这已经触碰到底线啊，好，那你现在碰到底线，你现在是不是慢慢的就把底线又往后挪了？对，然后就代表说你的底线又被自己跨破卡丘。对啊，自己夸吧，就说你来，他在路上我就威胁他，那他来了我还嘲笑他，就中国网友自己也对胡锡进这样子的言行是不以为然的啦，哈。那我必须讲了，就是说你胡锡进，你除了这样恐吓的话，那事实上中国你先打压台湾没有办法加入 WHA， 这是事实，我们已经连续5度没办法加入 WHA 了嘛，你先把台湾挡在这个 WHA 的这个门外哦，我们进不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又挡外国的疫苗进来台湾，你看包括意大利的媒体还有国外的媒体都明明就写的是说，为什么台湾到目前为止辉瑞的疫苗进不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中国在背后，它就是幕后的这个操作。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你已经挡台湾这个拿不到疫苗，无法加入 WHO， 然后你现在又开始在发表这些恐吓性的言论，事实上你就是会把台湾的民心越推越远。那你现在又在讲说什么哦？那个现在台湾好需要这个美日的一个元首，那这个只会加深说啊。这个台湾需要中国大陆的疫苗，不好意思，真的没有。你是不是有搞错、搞会错意
的意思了哈。所以我就认为说了，现在呢，他这个胡锡进就讲说什么台湾在自取灭亡了，战略炮灰了、嗯，然后美台现在是切香肠式的，下了离手，又什么更手指头又更进一步，对这种恐吓式的言论哈，真的对于这个我们防疫或是对于两岸关系是无助的。嗯、对，的确这种恐吓性的言论哦。对于美伊来说呢，似乎是完全没有在理会的哦，杰明哥，因为说如果你要宣布台湾，方式有很多、哦、日本可以用那种在国内宣布的，那为什么美国要派这三名参议员过来，而且是搭乘军机哦？我们说过去军机来讲是比较敏感的嘛、哦、他们也可以搭乘行政专机啊，但这次是军机大辣辣的过来哦，显然是不是有那军事层次的这个意义，包括这个人民健康的部分，是不是有一种双重宣示意义呢？我认为这一次是美国一个重大的反扑哦，因为事实上随着这个美国的8000万支的疫苗要释出之外哦，其实你可以看出来，拜登是两手策略哦，他一方面是让这些就是说重量级的议员或者甚至副总统，随着这个疫苗到全世界之外，他同时现在开始要调查就是武汉病毒的来源，所以拜登不是小觑哦，而且拜登最新的说法是说。如果一旦这个确认、哦、中国是这个这是病毒的散播者的话，那么会有天文数字的罚款，所以它是两套策略。好，那么就回到刚刚主持人所谈到这三个人，如果仔细了解这三个人，尤其大家印象最深刻就是谭美哦。那么谭美呢，他其实是有华人的血统，但是是泰国裔哦，他的妈妈从这个中国到了泰国，然后再转到了美国。那么谭美呢，他有两个身份哦，第一个身份曾经有人说、哦、他是拜登的副总统的这个原本的预期的副总统候选人，但是后来没有。但是如果大家有印象深刻，因为他打过伊拉克战争，他的双腿就在伊拉克战争就是断掉，有人说他是美国的国防部长，所以这个人其实在这个参议员里面他是具有。重量级的人物、嗯、对，而且不止如此哦，事实上你如果再看到昆斯啊，那昆斯更了不得了，因为你知道不论是台北法案或者是美国法案，甚至他们今天进行的所谓的无尽这个边疆法案，甚至是美国的加强版的法案里面，其实都有他的这个影子。他也这边说一句话，这次结束完之后呢，他将要去美国去做更多跟台湾有关的一些就是法案要通过，他是直接下来跟我们全台湾的民众讲，虽然这部分没有被广大的翻译出来，但是他说得很清楚，回去有更多台湾跟台湾有关系的一个法案。那么搭乘军机当然是更特别了，因为从来这几年当中，你基本少看到军机可以直接起降，而且是美国现在最新的这个运输机啊。等我回来讨论这个议题，我相信有比我更厉害的人讨论这个事情。但我要重点事情，它内容非常精彩。我特别谈哦，因为为什么要谈这个字眼？是说他说，事实上这次来呢，会跟台湾呢会建立更美好的 the beautiful 更好的境界。但很重要的事情是，里面用到一个叫做 engagement here with Taiwan。那 engagement 这个字眼呢，其实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字眼。有人说 engagement 就是订婚啊，有人是说约会啊，有人是说更好的交往。但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个字眼？知道吗？因为在一周前，美国的外交部已经正式，就他们国务院正式说一句话。跟中国不会有更多的 engagement， 意思说他讲的这个 engagement 在一周前曾经出现，他讲的内容是什么？是过去的美国跟中国的 engagement 是错误的，现在是强烈的竞争，要来跟台湾。对对，就是重点在这里。他一周前有美国的这个安全部门，还有这个外交部门已经说跟过去这几年的这个 engagement 是错的，但是他来这边竟然说他要跟台湾 engagement。所以这些细节的部分哦，我认为不是偶然，这是拜登在宣布哦，他要8000万支的这个疫苗出去的时候，一个非常绵密的一个策划，因为这事情就是根本就是保密到家嘛，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说会有三个参议员来，也不会知道说一来会宣布有75万支的这个疫苗，而且这数量跟我们人口比例是相当高的，而且最厉害的事情，这三个人，那包括我们说苏立文跟台湾关系哈，那昆斯基本上他是跟这个拜登是同个选区的，曾经有说话，昆斯可能是美国的国务院的这个国务院国务卿的一个候选人，后来选择比较年轻一个人，所以这三个人背后都是民主党或者是当前在议会里面。跟拜登关系最亲密的战友，特别是昆斯他可以去做这个国务卿啊，后来为什么没有做国务卿？因为拜登说麻烦你一定要在这个参议院做出更多的法案来支持拜登未来在全世界的一个竞争的要件，所以这件事情环球日报不敢讲，环球日报麻烦你一下嘛，把三个人背景你讲一讲，你讲完之后你都没话要说了。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哦，静观这个改变哦。事实上，我要这么说一下，当美国开始疫情稳定下来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拜登他的作为已经从所谓的美国的
经济的巩固、军事的巩固之外，他现在已经透过这个行程，他要打疫苗的反击外交，同时在军事上面证明是我飞机就是降在台湾。是，的确哦，这个军机降落台湾绝对是一个非常醒目，而且是让大家都拍得到哦。美军的运输机 C-1 拐载着三名的参议员。如果说一般的疫苗捐赠都是属于这种民间层次，属于这种人民健康的议题，但是美军很奇怪，派了一个军机过来。于将军怎么样看这个 C-1 拐？我们说它的这个度量非常大，它有非常多的用途。那再加上派这三名参议员，其中这位台美虽然说他是坐着轮椅，但是他也是有军事背景啊。怎么样看这样传达美方要传递的一个重要讯息呢？这个 C-1 拐全球霸王三型的运输机大概是应该是我们跟美国这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以后首次公开亮相在台湾降落，而且是降在军机场。我觉得这个的指标性就表示一件，就是两国之间会因为诸多的有台法律的制定完之后，美国不是玩假的，我是玩真的。但是呢，平常如果说特别要彰显这些法案的事实，有点矫枉过正。但是这一次很明显，因为台湾的疫情日趋严重，真的急需这个有好朋友的一些帮助，有日本，然后紧接着美国，所以很多人怀疑说，美国的75万剂好像没什么，美国释放到东南亚、东北亚这段总共才700万剂，有20几个国家要分，我们台湾分到了75万剂，还不够吗？我觉得，而且美国也讲，这不是最后一批，后续还会，也就我们的占比其实算不少了，不少不少，因为其实很多人说啊，台湾的疫情也不是最严重啊，比起印度、比起越南，好像。这个和缓的多，为什么会给台湾这么多的疫苗？其实很简单，如果可以让一个国家它的疫情降低、降温、受到有效的控制，那是不是对全球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明明这是一个用这个少少的疫苗就可以解决重大疫情的一个国家，我为什么不优先救它？我一个重症患跟一个所谓轻症患，我当然先把轻症患救好，救好之后，我不但可以减少麻烦，我还可以尽我的力量去帮助全世界。所以我觉得美国它的战略考量非常明确，我与其要花这么大的力量去给印度、去给越南，为什么先不把台湾这个还没有失控的疫情国家先把它扶植起来，把它整个疫情控制住，等我们台湾的疫苗生产出来之后，我不但可以自救，我还可以救人。这个对于整个世界的疫情控制是一个良性的做法。那这一次这个为什么 C-1 拐会来？ C-1 拐有几个特性哈，它的起降很快，它比一般的客机它的起降可能一半而已，只有一般的客机的一半。这样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C-1 拐在松山机场抬头，所有的军事迷都吓疯了。他说这么大一台庞然大物，怎么飞到一半就飞起来？就那个抬头的那种速度他说那个简直就是那个一般的那个客机的一半，它就起飞了，而且它的载重量非常大，四千四百多。4万多磅，它有4万多磅的载重量。那个4万多磅载量是什么？你知道，就是整台 C-13 栋，它整台飞机就那么重了，它可以整个把它放在它的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载板起降舱，它可以把它给载起来。所以说它的重量大，飞行的航程又长，它的航程长达4482公里。哇！所以就是说它可以飞得很远，它的起降的距离很短，它的载重又大，所以说它作于任何的军事任务或运输任务，都是比一般的客机来得好。有人说它可能里面可以载多少的陆战队员？哦，它里面一票进来了。那你知道吗？它可以载战车它我们可以战车进得去。我们现在要买的 M1A2 战车，它可以载进得去哦。它这那个舱门放下去，一台战车就开上去，然后可以开两部吉普车并列上去哦。所以它的载重量是相当让人家吃惊的。那最主要是它即使载了这么多的重量的物资，它也不会影响它飞行的灵活度跟航程。这是这个什么这个全球霸王号最大的这个优点。另外就是这次航空迷也很尖哦。在他降落在松山机场，他发现一件事，他的旁边的干扰丝的那个舱门打开的，就是如果有飞弹瞄准他会射出那个干扰丝，他是打开的哦。他在全世界很多机场降落的时候，他是没有打开的，因为谁敢对美国的军机不利啊？所以说他在台湾这次松山机场降落，他的干扰丝的这个发射孔是打开的，所以就有人问他说：“哎，你为什么打开？”他的回答非常的有趣，他说：“没有啦，我们在非本国国土的国家降落都会打开，可是我们在香港找到了他的照片，没有打开。哦，这样只有在台湾打开，所以这个那胡锡进，你要不要担负一点责任啊？就是你随便讲嘛，说美国的军机飞。”
到台湾上空的时候，就是中共的军机要飞过来的时候。对，那美国人当然是他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小丑啊，嗯、任何的威胁美军都会当成是真的。是，所以他把干扰丝打开、嗯，就是你如果中共的飞机真的来，他是要准备发射干扰丝的。是，然后另外就是他在台湾的周边，其实雷根号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在旁边了、嗯，已经在旁边了。是，如果你中共的飞机真的要来干扰整个人道的行动。嗯，雷根号航母战斗群，它是不会轻忽你的作为，它是会实施攻击的。Okay, 好，所以这次美国捐赠台湾疫苗呢，不光是人道捐赠，其实还有浓厚的军事讯息哦。所以我们看到，参议员昆斯就说了，有国家质疑美国是否帮台湾，现在对我们来说紧急而且重要，就是我们打算就是这么做啊。所以有人就说，这个访问行程的意义是远比这个疫苗要更为重要。这个珍贵啊，所以正浩怎么样看？因为胡锡进上次就说嘛，当美军军机降落台湾时，就是战争的开始啊。所以现在呢，他们说，中国是有发脾气的主导权哦。原来是对啊，他们不是一直都在生气吗？他们一直都有发脾气的主导权吗？他们很容易生气，这我不管。可是胡锡进今天讲的话是对的、哦，他说什么？他说美国参议员的访台秀是来挺民进党当局的，没错，就是来挺民进党当局的，不止挺民进党当局，还挺台湾嘛。这就很清楚嘛，台湾的民意就是希望说跟美国站在一起，我们没有要跟你中国站在一起嘛。对，这件事情很清楚。昨天这一整个事件不是只有单一层面，它是有政治的意义，有公卫的意义，有军事意义，它是多层次的意义的。政治的意义刚刚大家都分析了，这三位都是重量级的参议员，他们不是这种小咖，而且过去都非常非常有台，尤其是昆斯，某种程度他非常可以代表拜登在参议院的意志。为什么呢？刚刚杰明跟志勇提到，拜登其实一度是要请昆斯来当 国务卿的人选的，后来是拜登跟昆斯讲说，没有办法，我们参议院我需要一个我的自己人，请你留在参议院。他的选区跟拜登选区是完全一模一样，他等于是接拜登选区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不言而喻，在政治上对于台湾力挺不言而喻。是，第二件事，工位上，这大家最在乎的，75万剂的交生，一剂抵两剂。当然不是说整个75万剂都是交生，可是现在得到讯息以交生为主嘛，一剂抵两剂的状况的话，那对于前线不管是医护人员，或者是我们现在最在乎的75岁的老人家，那很有帮助哦。老人家打完后，如果打 AZ 要等8周或等多久的话，坦白说，中间这段空窗期，你保护力还没有到90、95，对不对？可交生一剂打下去，一剂抵两剂，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及时雨。军事上，其实坦白说，我反而认为这个军事上相挺的味道非常非常浓。其实过去不是没有美国的军机或军用直升机停在台湾，可过去停下来遮遮掩掩，然后非常非常多的理由，好，然后这种很多的借口停下来。比如说第一次，前一次是2015年4月1日，那个时候两架美国的大黄蜂 F18。就迫降在台南机场，停在台南机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说大黄蜂因为例行训练之后，它的上面飞机的零件坏掉之后迫降。可是呢，为什么我特别要讲2015年4月1日？因为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执政的政府正在向中国递交亚投行的意向书，递交完之后呢，美国 F18 大黄蜂就降落，他告诉你台湾人说这边还是我在造的，所以那个时候有非常非常多弦外之音。可是哦。他再怎么样，他还是说，因为我零件坏，我迫降，他还是都很低调，很低调。可是这一次呢，你看全球霸王 C1 管，他从来，你看他降落的时候，旁边双机场不是一大堆航空迷？我不鼓励，那是群聚啊。可真的很多航空迷去那边拍照，等着拍照。为什么？因为第一次1979年来，第一次公开而且开放的美国军机降落，就降落给台湾看。对，所以有这件事情有好几重意义。第一重意义就是像昆斯讲的，这在军事上是力挺台湾的。第二件事情呢、C1 拐在整个美军的全球布局上来说，它是美军在全球兵力投放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原因很简单，美国跟中国或跟俄罗斯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是中国军力很多，可他有没有办法把他的军力投放在南太平洋？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把他的军力投到那个印度洋？没有办法。可是美军之所以让人家害怕，原因就是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投放各类的兵力。这个 C1 拐啊，刚刚于将军讲的好，载重最多到72公吨，里面包含海马式、包含坦克、包含100多位伞兵，一次都可以进来。换句话说，他今天可以降落在松山机场，未来台湾有难的时候，美国也向中国证明，我可以在台湾快速运兵，对，快速投放军力。那这东西完全不言而喻嘛。所以你看胡锡进气成这样，当然我是中国人，当然气成这样，当然骂这个是美国的访台秀是在挺民进党当局的。
可是呢，你看至今国民党还看不懂这件事发生什么事情。陈以信昨天被问到，他说什么事？陈以信说，此行啊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例行性亚太访问、啊、不用视为台美关系的重要突破。陈、啊、以信公开这样讲、哦欸、那我想问了、哦，所谓的例行性访问，指的是今年有、去年有、前年有、大前年都有，对不对？那我想问，去年有 C1 拐的运输机载的参议员来台湾吗？没有、啊，没有嘛？前年有吗？对，哪来的例行、啊？大前年有吗？1979年后就没有了嘛？你明明从头到尾都没有事，你还可以硬讲成是例行性的亚太访问。好，你国民党的一些人啊不愿意去看一些什么 CNN 啊 BBC， 可能对你来说难度太高。那你看环球时报嘛，你看一下胡锡进的评论嘛，胡锡进的评论都告诉你这个是在挺民进党当局的嘛，是大动作嘛，特别是切香肠嘛。你连胡就是你对于台湾的分析局势连胡锡进都不如。这东西就表示你是昧于事实在讲话嘛。所以我觉得整个局势很清楚。台湾当然现在有这个日本跟美国的暖心帮忙，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是，可大前提是在整个大框架下，我们台湾自己要自立自强。是，如果我们台湾可以把疫情压下来，我们台湾国产疫苗二期解盲真的有效，到年底有 1.2亿支，我们还可以去支援其他盟友，包含支援印度，包含协助美国去支援南美洲的它的后花园，包含美国去支援什么南太平洋的友邦，这东西对台湾来说很重要，人助而自助嘛。对，现在他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压下来。未来的时候，我们坦白说，我公开说，我们的疫苗如果真的二期解盲有效的话，我们一定要投桃报李。对，的确，不见得是要给美国，因为美国自己有莫德纳或者可以援助其他国家，援助其他国家，而且这些国家都是跟我们大家站在同一边，包含印度，我公开讲都要援助。前提是我们二期解盲如果有效的话，我们一定要在国际社会也做出台湾可以 help 的贡献。对，的确，其实面对疫情呢，绝对是自助而后人助、啊、但现在蓝营的解读是不是完全错误呢？这个美国呢，继日本之后、啊、援助台湾这样的疫苗，而且是派军机来啊，是不是严重打脸中国，也打脸了国民党呢？来，实际怎么看？蓝军现在的解读似乎跟外界完全这个完全不一样哈、哦。他们蓝议员就说啊，这美国75万剂根本就太少啦，无助解决。我们台湾有2300万人呢，怎么会这样解读呢？甚至是不是有更恶毒的网络上说，哎，怎么派一个残废的来？怎么会有这种这么完全不尊重人的这种说法嘞？蓝军的解读感觉上跟这个中国的解读比较类似啦，就跟台湾自己内部的解读不太一样。刚刚大家都提到说，这一次美国的这个行动，其实不管是在政治上，在军事上面，其实都非常的非常的鲜明。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说，告诉这个世界，特别是告诉中国，所谓的民主同盟的坚定合作、互相帮助的这个概念，告诉你说。这一条线我们互相力挺，那所以你在我们的对立面，请你要看清楚， 你打击的可不是只有台湾，而是一整个联盟，所以那个互相支援的连结程度更为紧密，这个是美国要释放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外交讯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军机来台湾停啦，然后他也是700万剂分给亚洲十几个国家，第一个公布给台湾的数量的啦，等等的，说这些东西其实都在显示说，美国、日本差一天，然后跟台湾之间的疫苗这样子的支援，其实我觉得那个让台湾人知道说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所以从刚刚谈，从胡锡进开始谈，然后到现在你问我说，哎，蓝军内部好像并不以为然，我觉得应该这样看，就是说胡锡进的谈话他应该快完蛋了，因为他很可能会被习近平这个找麻烦。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前两天才指示过啊，你的外宣战狼一定要走可爱路线啊，你要可信可爱可敬、啊、那所以你胡锡进这样子有很可爱吗？一点都不可爱嘛，你仍然是延续了之前的所谓的战狼那样子的模式嘛。所以你怎么可以不听习近平的话？习近平都已经告诉你要可爱，不管你是装可爱还是真可爱，你一点都不可爱。那所以你对于美国跟日本送给台湾疫苗这件事情感觉到气噗噗，然后一直在那边绕狠话、欸、某种程度跟蓝军在国内的这种反应有一些还蛮搭嘎的，就是蛮互相合拍的。你当人家要送给你东西的时候，你怎么会去讲说那么少，一点都不够啦，怎么派个残障的人来？
已经无理到你无法想象了。就是说，你好歹就算你没有从心里感谢，你闭上你的嘴可不可以？你连嘴巴都闭不上，还要给人家这样子酸言酸语，然后还要给人家这样子挖苦几句，人家可以不给你，对，你拿了人家的疫苗，你拿了人家的好处，然后你接受了人家的恩惠的时候，你还要去骂人家。更何况你看 AIT 在脸书上 po 的那一张照片，很多人就解读啊， AIT po 的那一张简易版的他们画的漫画，把台湾放大到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表示美国重视台湾的那个程度嘛，直送。然后台湾放这么大，然后美国在旁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有一个国际上面还蛮强的、最强的一个国家，他这么真心的对待你，他视你为真正的朋友，他把你看得如此的重要，把你放得这么大，然后你里面的部分的人却对他酸言酸语，哎呦，你怎么派一个残障的人来？这个人残障是值得尊敬的残障，对，这个人的残障他是激励人心的残障，你去看一看他的历史。所以当国民党在酸言酸语的时候，第一个你会让大家觉得啊，你胡锡进哦，你为什么跟胡锡进一样，就只有两个两边在生气，就整个台湾其实接受到人家疫苗，美国送的也高兴，日本送的也高兴，台湾收的也高兴，是，可是不高兴的是谁？是国民党里面的一些人以及胡锡进。对，那所以为什么国民党的人你要甘心去当胡锡进呢？对，的确这是蓝营要去深思的，也就是说之前台湾是有帮助全世界啊，有捐口罩给这个世界其他国家，包括美日啊，那现在美日也再来帮助台湾，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还要去嫌人家 AZ 疫苗是日本不要的？好，那蓝军还说呢，美国捐75万剂是不够的，那甚至说呢，台湾竟然沦落到变成乞丐，需要别人的捐助，很丢脸。来，郭董哥，为什么要有这种想法呢？为什么要跟国共要一起去唱和来唱衰台湾呢？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短视，有些还愿意作为中共的犬马，这是我们早就批判过的了。但是我很显然，这一次三位美国的参议员搭乘他们的战略运输机的访台，它的意义不只是防疫工作。我曾经早就说过了，美国现在已经是把这一场武汉肺炎当成一种准战争在打，而且台湾是站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哦。很多朋友都在网络上也在传哦，6月6号来，对，1944年的时候。六月六号是联军登陆诺曼底大反攻的时候，打纳粹德国大反攻的时候，所以大家也在讲说，他选今天来，他的意义不同哎。除了宣誓以外，还有实质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不是只有这一架战略运输机飞抵我们台北松山机场，因为我们台湾东部是罗素航空母舰群在这里走啊，所以胡锡进环球时报在那里呛牙牙，他们连动都不敢动。人家不是单飞一架战略运输机就飞来台湾而已，是整个航空母舰群在这里维护在这里耶。是，这三位参议员是从韩国坐这架运输机来，三个访问三个小时，飞回去以后他们是坐民航机回美国的。等于就是我从韩国坐这架军机来，除了告诉全世界这一趟我们的任务非常重要，不会只是宣示说75万剂疫苗，那个不必你来这里宣示，你在美国国务院就可以公开讲了嘛。何必又三位参议员专门坐军机然后抵达台湾，告诉我们75万剂疫苗？对，就特意安排。特意安排，而且很显然，他意义非常，除了在外交上、在军事上、在战略地位上，都已经明确告诉你，中国你轻举妄动的话，美国是全力以赴的。三位参议员，你想他要坐军机来台湾，难道美国国防部、美国军方不安排的这个行程吗？不可能的嘛。所以人家是整体在作业，不是临时起意，好像我们去到哪里去参观，或者说啊调派一架飞机给我们去那里一下，不是这样子的。人家是整个战略有布局的，选择了日期，然后表面上是宣布，
75万疫苗，实质内容还要讲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也不能妄自猜测。不过你只要看到中国越跳脚越急的时候，就表示这三位参议员来访问台湾的意义越重大。很简单嘛，说到痛点，蓝营国民党那是不过是跟在屁股摇旗呐喊而已。你只要看到中国的反应越激烈的时候，就表示这件事情不得了。我们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是，三个参议员这么重要的参议员，不可能还只是公开站在一排说我们宣布75万捐给你，那其他都没有谈。对，小英总统特地去机场跟他们见面，绝对是有某种程度告诉他们一些什么事情，还有其他的事情。对嘛，这个是可能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事情在商讨。所以我说他的战略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说三位参议员不得不来这一趟，三个小时而已，这么重要，他大可在别的地方都可以宣布我们捐给各国是什么样子的嘛，不需要来台湾这样。除了说台湾的地位、战略地位表示重要以外，可能他也对要卸任的这个那个处长啊，那个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啊，可能也要有一些谈话，我们也不知道嘛，因为他要卸任了嘛。所以这整个安排，你再看起来，人家美国对这一步布局非常一步一步的在这布局，而且这一场战争完全在配合美国政府刚刚杰明讲的，现在他们要逼迫中国，要定把这个内幕一定要找出来。除了要求川普以上一的要求$10兆的赔偿以外，10兆哎，哇，275兆的赔偿以外，已经欧美国家已经全部都启动了，非要找出这个源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现在变种的已经越来越严重，连你中国自己都招架不住了。今天广州封城了，因为广州已经几十例出来群聚感染出来以后，发现那个是变种的。而且还不是英国的，是印度的，速度更快，然后这个传播力更大，那你怎么办呢？你连中国你自己都没办法应付嘛。而且既然还有消息说中国本来后面还有其他更毒的病毒在那研发，那美国当然知道这是一场战争了嘛。你如果还要把它当成一般的这种传统的这个防疫工作在做的话，美国可能会下一波的疫情可能抵挡不住，所以人家已经有准备了。我是希望说，台湾看到这个局势以后，应该更了解，然后对整个防疫工作更有帮助。好，正当全民忙着防疫的时候，蓝军在做什么呢？国民党团接连第四天到总统府讨疫苗，他们认为日本跟美国送的疫苗加起来还不够10%的台湾人施打。昨晚呢，他们号召民众一起熄灯，表达要疫苗的诉求。人民要疫苗，人民要疫苗。国民党立委一字排开，这已经是他们连续四天每天都到总统府讨疫苗。可是日本 AZ 疫苗124万剂刚抵台湾，美国也答应分配给台湾75万剂疫苗，他们还有哪里不满意？台湾需要3500万剂的疫苗注射，我们买的透过 COVAX 87万剂，日本人赠送的124万剂，加起来200多。美国答应的75万剂什么时候来还不知道，就也算上好了，将近300万剂，那只有10%的人可以打。嫌疫苗不够打，蓝营每天都对疫苗议题出招。立委们每天上午到总统府打卡，党中央更号召民众，昨天晚上集体关灯，表达无声的诉求。我们关灯1分钟，表示向政府表达我们需要疫苗。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响应熄灯活动，还加码在地上摆了蜡烛，诉求天佑台湾。蓝营攻势不断，但对取得疫苗真的有帮助吗？好，我们看到正当全民忙着防疫，忙着宅在家，而且呢每日都已经这个捐赠疫苗给台湾的同时，蓝军在做些什么呢？我们看到蓝营的市议员就说啊，这美国疫苗跟日本加起来根本不够了哈，这个无助于这个台湾的防疫。那像汪志斌呢，就说盼了半天，美国老大哥呢赐75万剂疫苗哈，保证一定又是阿共在阻挡了哈，用这种这个反讽哈，酸言酸语。同时呢，这个国民党呢也这个发起为期一个礼拜的一个活动，说要这什么敲这些什么锅碗瓢盆了哈，要来要疫苗哈。那有医护就说了，你这是严重破坏我们休息，因为他们现在正是忙得昏天暗地的时候，就有护理师说，昨天中午开始汽车按喇叭了，严重干扰睡觉，对防疫一点帮助也没有。也有台大医生说不要闹了啦，无助防疫。赖明宇，这个国民党是把防疫当成选举造势在玩吗？
那也难怪曹新成会在骂说国民党唯恐天下不乱啊，天天吵骂，品性可谓堕落不堪啊，还说他们甘为中共犬嘛。就现在大家都在防疫的时候，你讲了，你说要动员这个20辆游览车抗议，好，就算你游览车上面你只有司机，你都没有人好了，你去的时候呢，警察要不要出来维持治安？那你现在看看，大家都在防疫，警察很忙哎、欸，对，警察很忙啊，又要抓口罩，然后还要这个市场管制人流什么的，你还当他们忙不完吗？那现在还要再去为你的这个20辆游览车抗议，然后你还要出动警察去帮你们维护治安？那包括这些议员这些立委也是啊，他们每天去游这个总统府或是游这个机关署，警察也是要出来维护治安啊。而且你看看他们，虽然说什么有，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子算不算有防疫距离啊？安全距离这样。室外也是超过10个人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的为什么人家看不下去？今天呢、还有网友非常有才啦，就帮这个费总招啊，就取了一个新的成语，叫做"蚁人肺炎"呐、就蚁人，然后肺就是费鸿泰的肺、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费鸿泰你老是发言为反对而反对啊，所以听你在那边讲话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啊，因为你每天在总统府，你的诉求就是说挺医护要疫苗，挺医护要疫苗。姑且不论你的这个行为，医护都已经不买单了嘛。刚刚你讲了那么多，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在那边敲敲敲敲敲，然后按喇叭，人家要休息，你要想想看，现在这个医护人员他们都穿着这样防护衣，这么热的天气之下，他们都已经大热瓜晒热瓜哈啊，这个都已经那么闷那么热了，然后他想要休息，又要听你在那边敲敲敲敲敲，对，所以你的诉求基本上第一个他们听不到，第二个听你在那边敲，他们都头破泪流，都烦死了，对，所以你这哪有在挺医护啊？所以等于说他们这样子的这个行为根本就，你说要挺医护，人家医护第一个就不买单了嘛，对不对？那第二个，这个杨志良的行动也是莫名其妙。我必须讲了，这个也是牵涉到说党团跟党中央了，他们也在竞赛了。因为党团现在看起来是费鸿泰这些人，他们先要领军先来挺医护，然后做那个绕境行动，然后再来江启臣他们，看起来也不让这个党中央也不让党团专美于前，所以就被杨志良拉着走嘛，就什么关灯一分钟，在家里敲敲敲敲敲。那坦白讲，你不觉得这样子的行为，就刚刚就大家都在分析说，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你就花一点点心力，你是不是说你对美关系很好吗？那你是不是也去这个去拜托一下，牵一下线，就比如说这个申请个5000剂的疫苗，可能大家也会感谢你。可是不是啊，你老是用这种莫名其妙的行为，老实讲，拿这些锅碗瓢盆来敲敲敲，是哗众取宠哎。这不止哗众取宠，我不知道他的诉求目的是什么啦，什么关灯一分钟提醒陈时中。对。这个真的是我真心认为，如果你与其花这么多力气，你不如真的就是在对外关系上，你是不是跟这个我们也不要求说，你这是同岛一命啊，可是至少你有发挥一下你的力量去要求，不然你真的只是干扰医护休息，还有就是增加我们警察的 loading 而已。对，的确，而且这些手法啦，花招百出，真的就要得到疫苗吗？来，这个正好，因为我们看到，包括曹新成就说，这些人甘为中共犬马。这个法师也说啦，你这一些艺人名嘴只敢对防疫官员造谣恶骂，却对北京当局如此的安静，如此伪善。所以这就是国民党，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然后说什么话，台湾人民先不信任的原因嘛。因为其实坦白说，执政党能不能批评，当然能批评，你批评的有道理，提出的方式是对的，大家都接受，滚动式检讨改进嘛。可是国民党为什么你每次讲什么话，第一件事，我觉得他们第一件事，我觉得程度有限，你讲不出什么有水准话或者有水准建议。第二件事情，居心不良，居心不良就是说你是甘为中国犬马嘛。曹新成讲就是说你一程度有限，二你居心不良的话，当然你永远没办法让民调往上，就你的民意支持度往上跑嘛。对，几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整个周末你应该看到很多国民党人都亮出一张纸嘛，说挺医护要疫苗嘛，对不对？你会不会太老旧一点啊？医护人员现在都打得到疫苗、我们医事人员48.8万，医事人员全部都打得到疫苗，即便是2剂都没有关系。就这批每日来，就他们全部含瓜了嘛？全部含瓜，全部含瓜。你光是日本的 AD 就全部含瓜了，48.8万。所以说，你看、他们做这些事，医护人员有感谢他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医护人员感觉到你很吵你看台大的护理师跟台大的呼吸治疗师都公开讲啊，你在那边绕啊绕啊，又按喇叭干第一个。干扰这个所谓的病人休息。第二件事情我最不能接受，你知道我认识很多医生或者护理师他们是要抢时间睡个5分钟10分钟的，他可能长时间8小时10小时值班后，中午睡个20分钟30分钟，就在那边叭叭，请问你后面要搞什么东西？刚院长猛点头，等一下问院长了。对，这是非常非常离谱嘛！我们以前抗议都知道，绕过台大的时候就不要讲话，安静静的。就你做这个挺医护要疫苗，搞了一大圈，然后劳师动众。反而没有博取医护人员的感谢，那请问
你这政党的政治智商在哪里？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说最近要游览车环岛，游览车环岛，然后被他讲你这群聚，这群聚说没有，上面只有司机，那你环岛个鬼啊？你还不如徒步环岛，你有种你非要在徒步环岛淋雨啊？你真的当苦行僧看可不可以感动一些人嘛？有没有发现我们刚看到那个非常多这个总统府前面的画面，对不对？对，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敢在总统府前面抗议哦，人少成这样。以前抗议一定要把凯兰格拉大道塞满嘛，对不对？对，最后一定要到这个景福门这边一个红色十字或白色十字。为什么？因为你敢去那边抗议，表示你背后要有民意支持基础，要有人民支持。没有人支持你嘛，对不对？那你干脆费用他去徒步环岛，我坦白说，我给你按个赞。你没有功劳有苦劳嘛，也没有嘛，他们这些都是在那边做完秀，挑轻松的做，对，挑轻松做，做完秀发发媒体，好绕个两圈意思意思，就能回去继续吹冷气嘛，继续坐享其成嘛，继续打他的 AZ 疫苗嘛，我都打不到，他们打得到，对不对？所以没有人会支持他嘛。第三个关灯敲锣打鼓是这样，我们是这要抗议缺电还是什么？这是那个什么？地球自然日还是什么什么自然日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环保日，什么一日环保一日减碳在搞的嘛？那你现在跟防疫有什么关系？没有嘛？你在行销上的手段也很怪嘛？敲锣打鼓，我第一个想到就《监狱风雨》里面的抗议那个典狱长那边敲锣打鼓啊。可问题是，我们现在有限制你发声的自由吗？没有吧？缅甸那边抗议军政府有敲锣打鼓，为什么？因为缅甸那些人只要面对国际媒体啊，都被抓起来、被消失。可是你今天国民党，你今天开记者会可以开记者会，要告洋状可以告洋状，对，你今天要做什么宣言都可以。可问题是你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对，敲锅子是哪个幕僚建议的、啊？我是很佩服哎、欸。坦白说，他也愿意接纳。哎，好，我们来敲这些锅碗瓢盆。坦白说，我觉得从建议到决定的人都有问题嘛。敲锣打鼓那叫无声的抗议，比如像香港、好像缅甸，我们被禁声了，我们没有言论自由，说我们要敲锣打鼓。可是现在国民党，你今天如果你讲的有道理，你可以直播，好，你可以在党团开记者会，你甚至可以告洋状开国际记者会，在中常会上都可以。可问题是，你放着这种很可以论述的空间不去做，然后那边敲锣打鼓，那你敲锣打鼓完后，有人知道国民党的主张吗？没有，就知道他在恶搞，他在搞乱。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国民党为什么永远在民进党失分或民进党乱流的时候得不了分？是，这就是国民党要真心检讨。对，的确，蓝营的朋友可能就是要去了解这个真实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在很多的讯息都是不断的扭曲，基于一个完全不正确的一个讯息，然后呢往下去发酵。来，杰明哥，所以蓝营现在就是不断的要去号召他们的支持者。就是说你必须投洗下去了，就必须一直往下去嘛。也就是说当每日来打脸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毫无论述的空间了嘛。有没有论述空间？费鸿泰一定认为自己有论述空间，这我想无庸置疑。我就觉得在之前说费鸿泰当任这个党召，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因为有费鸿泰在一起呢，台北政坛一定是非常喧闹，那很多人都看着费鸿泰在演戏哦，那当然各自来做解读。不过三件事跟大家做报告。第一件事情呢，我还是主张费鸿泰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哦。即便我们台湾到了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呢，有3000万剂的疫苗到了台湾的时候，或者有本土疫苗的时候，麻烦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要看你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哦，这件事很重要。